天津五号那头牌，我当了30年，是想隐退前做件大错后的事。我在天津做的事，不要问，猜到了，不要说。你得给我句话，见你的心意。不想打架了。 你是我的徒弟，看我的眼神。命成后，我就不反抗你了。高手的生死决定，一技之心杀呀！今天我求一个人活着，这个人给我200米，我心念不强，再远他不能越狱。